嗨，宝宝们，今天换个模式啊，然后吃个酱母蟹拌饭，安排一下。哎呀，先掰一个酱母蟹。的鞋塞，哦，蟹心太寒，不要吃。昨天有宝宝跟我说，蟹腿给掰掉，把安排。哎，顶呱呱。来，脱蟹盖拌拌啊，蟹味不好吃，不用，勺子可以。哎呀，来吧。Thank you.